painting.每天都看到你，只有你看不到我。浩哥，我要带你去波爷中医馆那边治一下你的僵尸病啊！最新的药，宇治的变波吧，燃治的变变成吧。爸，我点点点滴血。哎爸，你怎么都不教功夫啊？你腿那么短，怎么踢人呢？一句话，四位兄弟。男生澡堂在左边啊，我们不是来洗澡的，我们来收租的。我们天台人就算平凡，还是可以过得很平凡。